Hello，大家好，我是威盛杯的队长坤，乾坤，然后今年23岁，出生在福建省的一个虽然只有十几万人的小县城，但是非常漂亮、非常山清水秀的一个地方。然后我这个人的性格呢，可能可以算是又理性又感性的一个人。如果从理性的角度来说的话，我可能就是思考问题的时候会比较全面，会比较思考的比较周到一些。如果从感性角度来说的话，我一个人的时候可能眼泪会比较多一些。很多人可能对我的第一印象是觉得我很温柔吧，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应该可能算是一个外柔内刚的人。对，外柔内刚就是其实就是对大家可能平时生活中对大家算是一个比较照顾的比较周到的一个大哥哥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其实我平时对自己其实管理还是算是比较严格的，特别是工作方面，大家都知道嘛，摩羯座嘛，呵呵，对。镜子嘛，镜子当然每天都照了，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照镜子啊。对，然后从镜子里面看到的是我自己吧。对，但是是，我觉得是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在变得更成熟的自己。在我现在这么一个环境下，成熟我觉得应该是我必须要、应该要有的东西吧。因为毕竟其他弟弟们还是那么的依旧的天真可爱。对，但是我想给他们一个就是有我在就可以安心的感觉吧。对，然后，但是呢，其实我还是想保留一点点那种稚气、童真的这种东西，你知道吗？所以我也是经常会跟我们弟弟一起打打闹闹啊、玩呢、啊。对，但是可能平时在镜头面前不常表现出来，但是其实私下还是比较喜欢打打闹闹的类型吧。队长这个职务，我觉得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压力，对，但这个压力我还自己还是可以承受得了的。对，我想成为一个不管做任何事情都要开心的人。对，我觉得不管是我自己，其他人也是，就是，在平时生活当中能做自己开心的事情最重要了，还有包括就是不要去太在意别人对你的评价，别人对你的看法呀，什么这些的东西，其实做自己最好了。怎么说呢？我以前其实有写过，写过一首歌的歌词，虽然现在还没公开，但其中里面有一小段是：安谧的夜，绚烂跳动的星空，为黄昏涂上色彩的太阳都，有闪耀着特殊的与众不同，beautiful。对，其实这歌词的意思也就是想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闪光点，每个人在每个人各自的领域，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时候，都可以绽放出他最耀眼的光芒。所以就是，做开心的自己就是好了。